我知道你们都很喜欢看恐怖变装视频，但是你们都看过恐怖动画变装视频吗？如果你胆子大的话，跟着老家姐一起来挑战，看看你能看完第几关。等级一。能把这么可爱的米奇画得这么诡异，你们觉得吓人吗？我们先来玩一个好玩的小测试吧。用手机输入法打出吱吱吱，看看你的是什么。乖乖乖，校花，哥哥哥，妹妹，给给给，土豪，过过过，学霸，逛逛逛，吃货。我也来试试，叽叽叽。嗯，我怎么是滚滚滚？宝子们，你们打出来是啥？等级二。这是变啥？啊！太厉害了吧！这荧光色的大眼珠子是怎么画出来的？还有光看他的一排獠牙，我觉得晚上就会做梦。等级三。这是啥呀？啊！这声音像声音一样。哇！点化妆技术简直太牛了！我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他原来的嘴巴在哪里。等级四。这是谁呀？不会猪头屠夫吧？睫毛还这么长，嘴唇还这么红，我怎么觉得有点搞笑啊？一点也不恐怖，你们觉得呢？